论一个男朋友的作用。哎呀，怎么还不出来啊？哎，你来了啊。给你什么包啊？这个是干啥呀？这个你要这哎啊，还有这个哎哎，拿不下了，你拿得了这些东西干啥呀？不愿意，你管我啊。哎呀，我手机呢？你帮我找一下。行，等我啊。去吧，徐武全。你说什么？哎，我加油，帅气男孩。手冷、啊、不是你手冷，你放兜里啊？放兜里也冷。你放兜里冷，你放哪儿不冷？怎么都不行呢？手。手咋了？哎，凉。这样就不冷了呀。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？黑咕隆咚的。严肃点，我要问你几个问题。行，你问吧。嗯。两个月吧。记不清楚时间，扣五分。哎，什么分就扣啊？下一个问题，我喜欢什么颜色？粉色。迟疑了，再扣一分。迟疑也不行啊。你是在质疑我的决定吗？扣十分。你这从哪儿学来的稀奇古怪的小招数啊？你想一下，既然咱俩在谈恋爱呢，咱俩就要有一套标准。等这个分儿扣完了呢，就说明咱俩不合适，那咱俩就该分手了。什么标准呢？那当时我说了算了啊。对了，你现刚才已经扣了16分了，你现在只剩下84分了，还加油哟。来来来，起来来，起来起来。干嘛呀？来给你看看东西，快快快快起来了。看啥呀？为了避免你随意克扣我的分数啊，我特意连夜制定了这份恋爱计划表。里面对应100件小事，这100件小事呢，每做一件给我加一分。哎呦，那100件就是100分，听起来倒是还挺有意思的，可以试一试。看看你是加粉快还是我扣的快。哎呀，不是那意思，来赶紧的吧，天赐晃呀。哎呦，整的还挺周到。哎，有点过于周到了。啊，哎，搞定了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啊，如果那个分真的扣没了，真分手啊。你那么笨都能扣没吗？你要是扣没了的话，那可能说明咱俩真的不合适。哎，行了，说说吧，我们从哪件开始？哎，咱先玩游戏呗。你是不是想自己玩游戏呀？哎，不是，赶紧的，来上号吧，上，来上上上上，哎。哎呦天哪，打起来了，上路干嘛呢？上路那个程咬金拎个大斧子，你一点支援都不会。先等会儿，先别忘，那程咬金我玩的。你玩怎么了？就知道拿个大斧子瞎溜达，得清兵。不是，那清兵也没有毛病啊。关键是你也没清呀，那小兵跑都比你快。玩游戏至于吗？你瞅给你气的。哎。Defeat。哎呀，可算玩完了。哎，你看我程咬金厉害不？拿大斧子给人左右冲杀，给人哐哐哐一顿砍。行，你等会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俩赢了呢。那不也差点就赢了吗？哎，嗯，那以前怎么不知道你打游戏这么菜呀？哎，那打都打完了，无所谓的啊。你分别忘给我加了。肯定的，肯定给你加分。陪我玩游戏加一分。游戏打的竞赛扣十分。老板，这个月我们公司还是要招很多人。这个你来定就行。来，稍等一下啊。哎，九月啊，想我了啊？什么？你来我公司了？好，你等我啊，我这就过去啊。哎，你怎么来了呢？
么，我不能来呀、啊？你在那啥事儿，再来看看你啊。那倒是行。哎，那我来都来了，你不带我到处转转？不好吧，都上班呢。什么不好了？走嘛，走嘛。哎，经理，跟你说多少次了，别老叫我老白老白的，都给我叫老了，我先走了啊。我们经理挺放不去呀、啊。是还挺幽默的。哎，你带我去你工位看看吧。我工位啊，工位咋的了？不方便。方便啊？怎么不方便？哦，走，我这个带你去。咋办呢？咋办呢？哎、啊，这边是我工位。哎、啊，老板，其实你听我解释，这个电脑游戏不是你想那样的。其实，我女朋友来了，快把话接过去吧。啊，没事没事，上班嘛，玩会儿游戏，摸会儿鱼，公司鼓励的。哎、啊，那谢谢老板，话说的挺好，以后别说了啊。哎，你们公司氛围可真好，我就想来了。哎，还行。哎，你们公司还招人吗？不招了，肯定不招人了。你看这员工都饱和了都，饱和了。你净骗我、哎！招聘信息都在这贴着呢，你是不是怕我来监督你？我找你们经理说的。哎，对对对。经理你好，我们公司还招人吗？还是不招了。可是我看到咱们公司的信息还没有下呀。那个是我忘了下架了。那好啊，好歹是糊弄过去了。哎，你说你们经理是不是不喜欢我呀？为什么这么说呀？你分析哈，明明在招人，却跟我说不招，分明就是不想让我来嘛。肯定是你想多了，谁会拒绝一个大美女来到自己公司呢？没说。哎呀，好了，别瞎琢磨了，赶紧吃饭去吧。啊，还上班呢，说走就走啊？哎，我上班，请假了，请假了。什么时候请的假？我怎么没看到？你问题好多呀，赶紧走吧，都饿了。赶紧走吧，别又起什么幺蛾子了。哎，吃的好饱啊。嗯，这家店真挺好吃的，以后可以吃。那行，那我就先回去工作了啊。哎，都这个点了，你还回去上什么班啊？我有点工作没完成嘛。他不是你老板啊？其实什么？其实我一早就看出来了，他其实是你同事。你们就一起骗我，想让我觉得你工作很轻松，对不对？你是这么想的呀？吓我一跳！特别心虚了吧？好了，那你工作，我走了。